各位好，今天鸡哥给大家带来一把孙权甘宁。今天这期视频，鸡哥主要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甘宁这个武将。甘宁可以说是国战中比较冷门的武将了。甘宁的冷门的原因，鸡哥认为不仅是武将的个人能力单一，其他的能力一般。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对甘宁这个武将的累解不到位。甘宁的强度在特定的时候还是非常强的，比如我们拆掉敌方的关键装备。 断敌方的输出距离，以及在残局的时候，呃，拆掉敌方最后一张手牌的完杀效果。甘宁的技能非常简单，即黑牌可以当做过拆。过河拆桥这张牌是锦囊牌中非常关键的控制牌。国战国战的牌堆里面的过拆仅为三张，占比为百分之二点七八。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过拆是张宝贵的锦囊牌，也是一张宝贵的。 关键的控制牌，那么干净的七夕这个技能其实也是弥足珍贵的，所以干净每发动一次技能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拆哪一张收益最高是值得我们在牌局中冷静分析的。毕竟我们摸黑牌的能力也不是特别的强，如果我们不珍惜七夕这个技能，去无脑的拆一些无用的牌，不仅会导致我们自身空虚。 而且发挥不出这个武将应有的提供关键控制的作用。当然，甘宁的缺点是输出能力很一般，防御能力是四血的白板，跟大多数四血武将一样，也是一个摸牌白板。总的来说，干净的控制能力极强，是个单方面能力非常强势的武将，极其在特定的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干净的其他能力就非常普通了，就是我们上述的。 输出啊，辅助啊，玩甘宁切记无脑拆牌，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说过，应该在手牌一出的时候，而且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拆掉敌方的关键牌，将控制效果打到位，团战便能够轻松的取得胜利了。所以说，甘宁这个武将在团战中还是非常厉害的，当然他的单挑能力就比较一般了。这个这个武将也是比较依赖团队的一个武将。 所以干将这个武将肯定是值得推荐的，是，这是十分考验我们个人的一个思考能力的武将。如果我们思考到位的话，我我觉得干净的强度完全是可以的。如果搭配一个稍微有能力的武将，我觉得单挑也不是问题，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鸡哥是比较推荐干净的这个武将的，但是这个武将需要大家认真的思考一下如何去拆牌。自从上次我们分析过孙权这个武将之后。 我们知道孙权这个武将是国战中的强将，孙权能力全面，非常百搭，能与吴国的所有四学武将完美搭配。孙权搭配甘宁，虽然说甘宁的奇袭会损耗孙权的一张牌，但是只要我们不是吴老的奇袭，在孙权建立起装备优势之后，通过甘宁切断敌方的输出距离，这个组合的单挑还是相当无解的。 好的，下面我们通过一把实际的录像来看看孙权甘宁这个组合在实战中的表现吧。这个选项框其实很好选的，直接选一个孙权甘宁就可以了。我们就直接排除鲁肃，因为鲁肃的呃个人能力虽然非常强，但是他需要一个防御能力的武将跟他搭配。那么孙权甘宁都没有防御能力，所以我们不选鲁肃，而且血量也不搭配。 其实这个牌质量还不错，有杀有闪，相当于我有闪有闪也，没有闪也无所谓，因为我们有桃子。如果别人放万箭的时候，我们可以吃桃子回回复起来。这把我们前期放快一点，因为孙权这个武将就是一个后期的武将，所以说我们放快一手，我们观察一下局势就可以了。好，前期都比较低调，诸葛也没有去搞事情。 好、哦，七号位有点想搞事情的意思，意思啊。但是他出了一个大乔，他表示自己不怕别人杀啊。我就那我觉得他也没必要那么高调，因为你这么高调的话，会拉扯仇恨的。拉扯仇恨的话，有可能你是先死的。我们被看了一手，我们被看了一手。如果他不杀我们的话，我们就也别去杀他，因为我们手杀手里的杀本来就一出了。 还有这个蓝蓝曼入侵，我们是选择续报一手。好，这个人跳了一个飞舞，这人飞位，说一手真机。还有我说了一点啊，就是大桥这个珠联璧合的标记，它其实使用的太早了，没必要过早的使用。 我们建议还是珠联璧合的标记，等我们濒死的时候使用。濒死的时候，你使用珠联璧合的标记的话，呃，会增加敌方打死你的难度。而且你本来孙策的个人能力非常强，那么过到桃子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或者手里面留留两张酒敌方也是很难打死的。所以说，大乔孙策这个组合在线版本还是非常强势的，因为英姿加强了。英姿加强了之后，孙策就加强了。孙策加强之后。 孙策大乔的这这个组合，他因为他可以存牌了，但是没办法，他遇到克星了。这个是个诸葛亮，他不怕别人杀，但是怕别人火攻。好，家就出来露一手。这个组合是一个诸葛蒋费，还是非常强势的。 啊、看来贾诩这一波还是非常非常强势的。我们杀一手二号。本来我们这一把是准备亮将爆发的，但是被上家开了一个桃园结义。那么开桃园结义的话，我们收割残局的话就不太好好打了。所以说我们这一手就缓一缓。 这里出了一个我，单挑也是非常强势的组合，有可能我们还是打不过的一个组合，是一个徐晃典韦这个组合。真如果真正在平等状态单挑的话，我们还是有真的有可能打不过。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去杀掉一个魏国。如果不杀魏国的话，我们真的是比较难打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手就杀了魏国，杀了魏国我们就缓一缓。 因为你如果不杀魏国的话，让甄姬动一轮，然后爆发一轮，然后很可能典韦这边一个强袭一张杀，甄姬一张杀，呃，貂蝉这个三血小脆皮就有可能死。好，我们象征性的去去打一下貂蝉，然后然后去压制一下典韦。好，典韦杀我们，我们就闪闪一下。但是我我们现在其实，呃，想想将貂蝉击杀掉，然后跟。 典韦徐晃单挑，但是这个组合我们又有可能打不过，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择压制一手典韦啊。这时候其实三人局里面 A O E 是比较呃非常好的牌，所以说我们这个 A O E 就选择开了一手。好，典韦这时候自信能够单挑单挑过我，因为这时候我们的状态是非常好的，他这时候应该再等一轮啊、呃，不要着急去将将貂貂貂蝉给打死，那这样的话他他是很可能打不死我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把就非常稳了，而而且孙权我们孙使用孙权这个武将的话，就不要着急去着,着急的去进攻，我们去制衡一波，先找一手状态，因为我们我们手里面这个勒波斯手也能控他一手，所以说我们是有机会来续报的。但是但是我们干将出来之后，我们发现自己的手牌能够将他击击杀掉，他只有两血，所以说我们就拆光他手牌，然后补补一刀就死了。这是这这就是干净的。 玩杀的厉害之处，所以说甘宁这个武将不是说不见得他的技能频繁的使用，他的技能使用频次并不高，但是他使用的时候一定是一击致命的。好的，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观看更多好玩的游戏内容，或者不想错过每一期的视频更新，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一波。这里推荐大家扫描关注鸡哥的百度账号，因为每期的视频的图文内容也会同步推送到百度平台。 最后，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